好的，我还有很多东西还不是很了解啊。哎，这时间一直在动啊。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没有钱啊，有啦，我们现在有啊，1400多块钱。我觉得这个很好用哎，我想说要不要多买几个，300块，全买全买，啊，越买越贵算了。杀15个敌人，哎，他这个五的意思是说，哦，我可以先放哦，然后这可以最后放哦，其实这个不一定要先开嘛，对不对？瘟疫的这个释放可以不用先丢嘛？哦，那这样我们可以先放这边人多的地方啊。没有，这里再放一个，是不是？哇！大幅肆虐中，是不是在讲电话？有没有？讲电话嘞！哦，好浪费啊，我的钱就这样喷光了。完了，这些僵尸都不能生存太久，有点可惜。哦，被追了 ！No， 别追我！啊，我不好吃，完了 ，GG 了。丢个手榴弹好了，加减炸一下。好，等级提升了。其实我还不知道这些恐慌等级跟刚才等级，如果提到很高的话，会变怎么样子啊？会不会难度变高啊？我们有 DNA 了。死亡之握三个，解锁一只适合用于掐死人类的僵尸。马英九哦，抛吐呕吐，抛射呕吐物，解锁一个能这个间歇性吐出酸性呕吐物来伤害人类的僵尸。死亡之握，我突然觉得远程比较强哎。解锁一个死亡会爆炸的僵尸，哎，这两个选一个。我觉得应该来一个这个抛射呕吐好了。我现在是电脑哦，我现在不是手机。没看到中间这边有一个滑鼠，没有动来动去吧？你觉得这个动来动去的滑鼠会是手机吗？啊，也是啊，可能手机模拟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现在是 PC， 我用这个好了、啊。这不是那个吗？植物大战僵尸那个嘴巴吗？喷豆子。啊，不是啊，这样子我还要把它制造出来啊、哦，感觉很美和呢。送你啊！吐吐吐吐吐吐！门，把门锁起来。我在害自己。哇，那个僵尸跑去咬外面了，妈的不爽，再放。马上就被射死了，哇，这个这是流氓是不是？哇，我死光了，丢一颗送你们。哇，后面难度好高，我失败了。哇，我们这个不然在这边继续的下去了。已确认出僵尸爆发。哦，这种就超简单的，基本上这边喷一下。应该行吧？不要把我的，不要把我僵尸射死！快咬死他，咬他！咬！变僵尸！可恶，怎么没有变僵尸？哎呦，僵尸好多！那边，右边，快点！咬！对，耶、yeah, ，赢了！我好简单啊、哦，初级的，我什么资源都没用上呢。哦，妹子，这我老婆。哇，加好多、哦。哦，打到后面它会慢慢增加哦，哦，慢慢增加之后，我们再往这边打，看可不可以就是延伸到下面这个区块。这个区块我们不能打、啊，它不让我打这个区块啊。好，随便，制造两个僵尸，杀死30个人类，怎么觉得有点难啊？五个，自拍是吧？你看这个在自拍有没有？自拍就走掉了。哇，这都乱码，看没有哎、欸！你这个中文翻译实在是有点屌哦、喔。你这个中文翻译赞，有，让他们知道我们僵尸大军的力量。啊！别跑啊！
别跑啊！哦，哦，开门了，你快点进去咬！完了，这必须要出动我们的僵尸大哥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咬咬咬咬咬咬，再一下，再一下！别跑！围殴啊！哎，算了，浪费了。应该是打右下那个钟。你是说延伸到实验室吗？啊，要拉拉链了啊！压烂那一个，哦，多了，哎、欸，这次给三个、欸，哎，还蛮佛心的啊。啊，这个表情就像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观众看见方舟方块今天没有出的表情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哇，哎、欸，我刚好一次杀死25个那个、欸，哎。杰森呢？我向他开了6枪，可以让附近的僵尸变强。了解了，那我这边放一下杰森放在这里，帮忙增强能力。有比较强吗？我看是有咬比较快啊。咬咬咬咬，咬增加攻击力。咬咬咬咬。啊，会软趴趴啊。咬咬咬。门关起来。就想躲起来，可恶，死一死吧！咬咬咬！我都不能控制他们去咬谁耶、欸，他们都这样傻傻乎乎的，好难过、喔。快点啦，去咬他们啦！加速加速！好，不打了。他重复你说话的样子，神经病哦、喔！哇！诅咒附近的人类，不管他们多厉害。Sky， 哎、欸，我还蛮喜欢这个僵尸的，这僵尸蛮强的，做一个吧。我杰森要死了，我要放错地方了，我应该把炸弹放在那里才对哈。哎、欸，杰森没死哎、欸，这可以回收吗？我不小心丢进去了。哇，这个火球速超强啊！哇，那个木乃伊之王的那个招式好屌哦、喔，真的有屌到哎、欸！快点，快吐他，快吐他！用你的毒龙钻钻死他，快点！完蛋了，又落单了。哎、欸，这会跑去吃这个吗？吃一下，吃一下。北齐，来送你。阿莫啊啊，上面啊！啊！炸死你！在看啊，结束。好了，大成功，好爽啊、哦！哇 ，perfect， 就刚好漏掉房间，还在那边看很爽，有没有？解锁吸血鬼了，我们有吸血鬼可以玩嘞、欸。一个有信用没活力的吸血鬼，公山小。吸血鬼，我们看一下吸血鬼有什么作用啊？有办法杀光吗？感觉好像可以哦。哇，那边有特种部队。完了，我们这分布有点不是很好。有了有了，啊，完了，我们僵尸打不赢。哎、欸，吸血鬼，哎哎哎，啊，吸血鬼软掉是怎样？哎、欸，我要把它变僵尸，你这王八蛋，完了，全部杀不完。他咬他，咬，咬，啊，瘫软。可恶，我们差几个？差6个。研究所瓶子变少了，是哦，失败了。这干嘛？都要喷这种灭火器是不是？地雷在大地图没有太大的作用，其实也是有吧，就是炸掉那些。比较密集的那个僵尸有没有？不是不是僵尸，比较密集的那个警备队员，
附近的僵尸会变得更快。也许他们害怕那顶软什么软岩帽，这样。教父僵尸啊，这个是佛莱迪亚，是不是？打 boss。哇塞！如果他是绿的，不是红的，那还能算是第一滴血吗？这个是蓝波是吧？啊，死定了！该从哪里起头好呢？啊，忘记买那个罐头了，该死了！嘟嘟嘟嘟嘟。哇，那个 boss 神强的、啊！打不过吧？啊，好挫折啊！这搞啥啊？闷声闷声，我觉得我们强一点再来打好了。咬啊咬啊，杰森砍死他，杰森哇战力超群呢、欸、哼哼轻轻松松解决掉，胜利 Victory。这游戏后面一直以来这后面的这个游戏模式一直都是这样子啦，只差你要不要去挑 boss 而已啊。先炸一波，我靠，好好把它秒掉。嗯，不是这样吧？完蛋了，情况不乐观。冲啊，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。摇啊，冲啊，多多感染他们。快点，感染越多越好，怎么感觉感染数越来越少啦？ Now， GG 的。好、哦，这个过了、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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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局，其中一个僵尸用隐藏能力是这样吗？这是三小，超人特工队是不是？看，我觉得我的僵尸日子不好过了，连超人特工队都出现了，哈哈哈哈。干，笑死！我把这些钱拿来投资这个啦。啊，必须这么做才行。你看，已经89%了。看，我再不阻止啊，就死定了。用数字啊，可是我的键盘不太适合按，因为数字显示的不明显。但是又不能。放这里。啊，不管了，扎光就对了。我靠，还真的嘞！不是吧 ？No。他把我僵尸杀光了，别啊 ！Oh my god！ 有了吗？哎、欸，那边还有一个啊，在左上角还有一个啊，我的钱，好吧，特种部队嘛，呵呵，没作用啊，
那特种部队是来闹的、啊，我输了，输了，输了，输了。后面好难哦。哇 ，GG， 输掉了。他们研发解药了。Yeah, boy。啊，不是都要输了吗？68，这么多、哦，升一下，升一下。啊，输掉了。啊输啊，这样子就这样子重来了，这样子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应该休息了，有玩的有点久了、哦，好不好？而且它好，它还蛮有趣的是，它上面居然还有结束后的经验值、欸。哎，这个经验值到面可以干嘛、啊？我真的还不是很了解、欸。哦，没关系，之后我再找时间玩看看好了，研究一下，打发一下我老人生活的时间，好不好？今天先看到这里了。Yeah, boy.